熊掌豆腐，豆腐一块切成大小均匀的厚片，放入盐水中浸泡待用，蒜两瓣切片，姜一块切丝，葱一根切葱花待用。锅中放入适量油，油温烧至七成热，放入豆腐，煎至两面金黄，捞出待用。锅中放入适量油，油温烧至七成热，放入蒜片、姜丝、花椒一克、豆瓣酱一勺，炒出红油，放入生抽半勺、老抽一克，拌匀，加入适量清水，放入白糖一克，放入煎好的豆腐，盖上锅盖，开小火煮至汤汁收干，调入水淀粉两勺，拌匀，装盘，撒上葱花即可。